不好意思，那目前因为那个台东县政府啊，他八点针对那个杜苏芮台风发布禁限之公告，啊，要麻烦你们这边做广播一下，嘿 ，OK， 嘿，麻烦里长。好。各位乡亲，大家早！各位乡亲，大家早！里办公处广播，因应我们中央气象针对杜苏芮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台东县政府今天25号早上8点开始，灾害防救法第30条将台东地区海岸及港口划定为管制区域，海岸同时派员实施劝离，经劝导会配合离去，将依违反灾害防救法函送台东县政府裁罚，最高可以罚25万。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台风期间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，谢谢大家。台风为什么要赶在台风天前抢这个洛梨？洛梨特别会容易风吹就掉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个那么大颗了，你风一摇，它就断了，就掉了。你看地上都是。哦。前几天的风就掉好几颗了。哦。所以没办法跟老天爷赌。不敢赌，不是没办法，是不敢赌。哎，这个也都是高寒靠。